Hello， 我是俏丽。Hello， 我是哈雷。你不挥手？我挥手。今天的影片，没错，就是 MV reaction。今天的团体是 Ampersand the One。Ampersand the One 是我妹最近喜欢的团体。去年十一月，就2023年11月 ，FNC 新推出的男团。对 ，FNC 就是跟 Frank 同公司，没错，是师弟。好了，今天要看的 MV 是他们第一次回归，叫 Broken Heart， 主打歌。好了，也简单介绍一下 Ampersand the One， 就是有七个人，大哥是 Kenden 是有参加过 Boys Planet 的那位先生。哦，他们至少有三个人参加过。第二位 Brian 跟第三位崔智豪，他们三个人有参加过，他们三个有参加过 Boys Planet， 但是我们没有崔智豪的小卡，没错，他刚好就只差崔智豪，对，然后崔智豪是队长尹世云，他只用西语。第四位，再来是凯雷，这两位是2005年对吧？对，好可爱哦。然后这两位是忙内赖、马开亚跟森某。对，森某是我妹的本名，遇到是特点。多看几眼，最老的2001年、2002年，不见得那位2004年、2005、2006、2006，对，这样的一个区间。他的照片，对，大家补一下崔智豪的帅照，崔智豪我觉得最帅的那个。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看 MV 喽。今天这次的风格是比较帅气一点的路线，上次出道曲是比较青春大学生那种感觉，大学入学，对对对，然后这次是突然就失恋了，不知道为什么，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失恋了，应该是吧，他歌名叫 Broken Heart。 好，那就开始了。风格也差太多了吧？那比我他们，我里面陈师兄的风格。哎，你这森某是怎样？我要不要打他？可是认真的在打曲棍球哎、欸，不是只是穿着衣服哎、欸，是认真有在打哎、欸。应该不会只有这一套衣服吧？应该有。凯雷看起来好不坏，森某看起来好好叛逆哦。嗯，这什么东西？刚那个不跟他是怎样？我觉得说不上来的好笑。他们是不坑哈，所以要急救是不是？他怎么在冒电啊？听起来不像失恋，不像什么？看起来好像不是失恋。失恋是什么？失恋哦，不对，对对对，心脏病，感觉是喜欢上别人，但是别人目前和他无关。哦，那也算是失恋吧，另一种失恋。怎么呢？被拒绝也算晕船仔。就只有两套衣服哦，啊，这是什么地方？专辑只有200，他们就只有200。这好像 P1 Harmony， 就只有200。哦，崔智豪很帅。凯雷还是好可爱，这脸不怎么样。Kenden 看起来好凶，哦，
没了，他们是那个心破掉了要修理一下是吗？这个 MV 是在演这个吗？他的 broken 是碎掉的那个意思吗？还是坏掉了？我觉得是坏掉了。可是怎么那么少衣服啊？上一次的比较多，对不对？而且场景就只有两个，上次的场景就只有一个，就是那间学校跟他们的宿舍哦，两个。对啊，不是学校至少还比较大。好，不然再看一次哦。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温泉长怎么样？放什么巨蛋？演唱会的地方？不是巨蛋，这些也是巨蛋。那个字吼，好像那种卡通会有的字。搞名字那个。欸，真的耶，他爱上别人的意思。我他不知道啊，对方的还不知道，没有拒绝他吧。啊，怎么那么容易就受伤了？不是受伤吧，就是爱到心脏很痛。哇，听起来是心脏坏了，不是失恋，好极端哦。这么这一见钟情触电一样，是吗？这种感觉，电到心很痛，是一个坏掉的心。我好像蛮帅的，是不是？有戏，看到讯息就昏倒这样，好像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会讲戏。我看到那个丑裤子了，他吐出了，为什么要吐耳机？吐出耳机代表什么？发什么事情？森萌那裤子很丑哎，我真的很难边看画面边看。这到这电器都坏掉了。哦，就是爱你爱到心脏像故障一样。这个我看起来好凶。看到别人这样一见钟情都触电了，然后爱到，然后心脏就坏了，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七个运转。啊，你喜欢吗？歌怎么样？你喜欢吗？蛮新的。对啊，预告出来我觉得已经蛮新了。但我比较喜欢昂扬，大家可以听一下昂扬。它是比较好听。昂扬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啊，这次的舞，这次舞看起来很凶，比较帅。对，上次一直被说是海带。哈哈哈哈哈！海草舞，我觉得蛮可爱的啊。这次就是比我好嘛，一直点别点名别人，比较街头，坏坏，有点儿童感。真的，只能把有加入写的歌词。哦，对对对，我们 J 等有帮忙作词，他有帮 P 王他们一些，辛苦的工具人。哎，他造型怎么样？我不喜欢。一开始照片出来，我就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要穿曲棍球服。他们在打曲棍球啊。我不知道，我没有觉得曲棍球服帅，这可能是个问题。哈，他们刚不是有个黑色的东西吗？然后是爱心的，然后他们在打那个吗？所以那他们的心被打来打去，被那个女生打来打去，是这个含义吗？是，突然一个想法。才艺很好啊，我是觉得蛮帅的啊，我曲棍球蛮帅的啊，但是荧光绿我有点不懂，我没有很喜欢荧光色的，不好意思，那是一
前那个 Ken 的那个 Switch， 有看过催眠就懂我在讲什么。那个是真的吗？那个我真的不懂。那套我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没有到特别丑的。就是 FNC 正常发挥就是长那样。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MV 选啦，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大家有看的话可以留言跟我们说，喜欢的话可以去看我们的 MV， 刷一刷 MV 吼，对，支持一下。对啊，需要，很需要支持。啊，唱的是不错啦。FNC 还是实力坚强。那喜欢听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喽。那就这样啦，大家拜拜，先给片订阅。